安資源征服，治安夠掂，即係哇，即係。即天文台在4:10發出呢個寒冷天氣警告，而家嘅氣温係12度，好凍，真係好凍。我真係好凍啊！出面真係～又吹住好寒風刺骨啲風，哇！凍到嗨嗨，12度而家先，因為受呢個強烈冬季季候風影響。頭先真係呢個咩 KFC 買早餐，再之後就喺。面試買晏做，即係十二星期三四已經準備好嘅，著曬燈。出邊有個活動搞咩咩盤菜宴，唔怪之咧，我頭先打機嘅時候好嘈啊出邊，好多音樂聲。我去今次 BO1 8次 MVP， 我以話今日，我以話咧喺 Battlefield 1裏邊係創造咗個紀錄。本身最高紀錄是攞6次 MVP， 但今次最高的就是8次 MVP。正確啲嚟講係又係全部第一，全部8鋪裏邊全部攞第一，全部都 MVP， 真係好勁嗰只。發覺到我解咗支 M1917嗰啲輕機槍輕量化，跟住仲要解埋一支望遠具嗰、那個。只要你熟玩就得嘅，但係我就覺得 M917嗰支輕機槍真係換先有得慢得滯。呢個唔知點解。好似咁勁咯，好似我覺得真係啊！即係平時話，如果攞多 MVP 就視乎你嘅實力同埋個時間問題。但今次真係，雖然只玩咗3.5小時，由3:18玩到6:48，咁樣都雖然個時間唔好耐，但我覺得係憑自己嘅努力裏邊。真係實力好強，我覺得又係 mix 嘅 server 啊！我覺得力玩狂難嗰啲 DLC， 我覺得好似都唔係好好玩，即係佢哋唔識攻擊好簡單，即係嗰架叫 L 級驅逐艦，即係我之前就殺，即係之前我就 cam 住殺咗31個人，但我覺得。即係如果作攻擊方好難攻擊到，真係射得俾人扯曬旗，個個又唔肯攻。而阿奇巴巴，我中意叫阿里巴巴，呢個地圖好似發烏妖彩一樣，都係係咁扯旗，係咁扯旗，真係好悠閒。嗱，今日升咗 level 122級，因為有個雙保經驗值，即係我而家咧。差不多升到 level 123，即估唔到兩日冇玩，即係兩日嗰個唔係玩嗰個，只係解槍嘅時間，估唔到個實力就狀態大用8次 MVP 啊！一鋪輸就得，咩事？
我有冇同我講發生咩事啊？仲喺度啊？點解嘅？哎呀，點解會咁噶？但頭先有個亮點，玩 B 站嘅時候，好多人都係咁講自己而家嘅時間。我知道點解冬天嗰陣時就會轉四點幾先會個時間會改變，因為如果四點幾嘅話咧，我哋下晝四點幾，佢哋即係美國拉斯維加斯嘅時間係十二點正，凌晨十二點，係要睇嗰個時間，即係拉斯維加斯，即係美國好多個州份都個時間都唔一樣。冇事，又冇彈啲咩出嚟。即係美國拉斯維加斯，我哋如果一點幾，佢哋係九點幾夜晚，佢哋係十二點。即是我們12月16號的下午1點15分，他們就是12月15號的9點15分夜晚，就是看拉斯維加斯的時間。而我而夏天那天三點，我不知道看什麼，不知道看美國哪個時間，是不是華盛頓啊？什麼事？你在 WhatsApp 看什麼？即係有好多人係咁講自己而家時間，我咧而家係四，我而家凌晨四點幾打機啊！凌晨有啲話我凌晨四點啊，我呢度咧，係知道咗六點同埋十二點 A.M.， 即係凌晨十二點幾。有啲係凌晨十二點，有啲係凌晨兩點，有啲凌晨四點仲打機。我發覺而家更新咗之後，訂嘅資產訂嘅打藥盒咧，個訂嘅再訂多個嘅時間係會延長咗30秒，真係更新咗。四點幾之後已經開始好凍，有我玩到六點幾嘅已經好凍，出邊就真係好靜出邊啫。啊，終言之，今日真係破咗紀錄，破咗八次 MVP， what the fuck， 真係勇破紀錄嗰啲啊！真係破緊，真係最高紀錄八次 MVP。因為以往一個人係冇得攞嘅，冇事，人哋只係攞兩三次即刻走佬，真係唔玩啊！但我就唔會喎。我就不會放棄的，不過好冷即係我仲有隻短衫短褲點睇？睇下先。而家黑拉係咪好似轉咗個畫面？黑拉好似見到轉畫面。喂，你直張退出啊！你叫佢直張退出，即係點解啊？